No, this guy. He's a Chinese Communist what? He works for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kay. He works for the dictatorship,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how did you find that out? We are Chinese, so we know that. Okay. Just make sure you're on a sidewalk, which is the public street. Yes. Okay, no problem. Yeah, no, it's a problem at all. You're great. You're fine. Thank you. Close on the public right of way. Yeah, okay. Yeah. Thank you. We know the regulations. Thank you, sir. I know you do. I'm just... Thank you so much, sir. Thank you, sir. 你是谁啊？你管着我是？那你为什么要拍我们呢？你在公共场合当然可以拍你了。哥，我们也没等你呢，你别拍，别拍，告诉你别拍。没事，我们不要去那个，就是不让拍，你不要拍，拍我们干啥？你不要拍我们，你不要拍我们。Everybody stop one second. You're one second. Hold on. Listen. One second. 你走干嘛走啊？你这端倪，你稳一点吧，别走了，这走的都像是什么似的。这种人，哎呦喂！习近平，你看，你就顶着这个割草机割过的脑袋，在这儿不嫌丢人了？你那毛少，你就戴顶帽子，保暖，知道吧？你要真不想戴帽子的话，你就多拔几根毛，从底下拔，多拔几根装上。所以说这群傻逼自己也戴口罩，你有本事别戴。不是，你看他这个，他这个照相这个动作太搞笑了。你看，哎，傻逼，看这边，哎，对吧？哎，来，一叫就有，一叫就有。哎呀，这不知道他做什么意思。他这一叫就有着，哎，看啥货船？对。它是个怪鸟，知道吧？它是不是从凉洞出来的？是谁呀？不小心肛门裂了，把它弄出来了。看看这脑袋，我操！你瞅什么呀？瞅你什么眼神是？就是你这种对象啊！就你这种人，你还不清醒，还不悔悟？那个小伙子真是你儿子吗？啊？不像你啊，可是啊，你的音呢？你别替别人养的吧，傻小子啊，怪鸟！你这绿帽子戴的，哟，我说怎么那么秃呢？那绿帽子压的，把头都秃没弄没了，怪鸟啊！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来一段，有惩罚。谁是特务？全家死光光。儿子出门被鸡奸，女儿出门被强奸，你敢不敢发这个毒誓？诅咒毒誓，敢不敢？对了，很简单，你敢发就说明你没鬼。那就不用等到下午，我就现在就给你来一段。来，我从这边头上来，孝子一号，来注意他脸。哎，来，大家看啊，这个是两个傻子，你看啊，哎，战友们，大家看啊，这个王八蛋，你看，孝子三号，坏鸟，绿帽子坏鸟，你裂缝吗？啊，绿帽子坏鸟，坏鸟啊，靠谱啊！郭文贵是裂缝的，你裂缝吗？你敢说裂缝吗？你们就是瘟疫鬼，瘟疫鬼！你们在干什么？哎，绿帽子，坏鸟，坏鸟，绿帽子坏鸟，你灭缝吗？啊，绿帽子坏鸟，坏鸟啊！夏奇东是吗？靠你妈！夏奇东了还？郭文贵是灭缝的，你灭缝吗？你敢说灭缝吗？别指着我！不是你别指着我，我们说的你上。你灭供吗？对呀、啊。保持距离啊！啊！刚才他打了我了，我打进来了，傻逼！打进来了，你叫啊！我手举着哈。你灭供吗？傻逼，你灭供吗？
你傻逼！这是流氓，无赖，无耻！来来来，快快快快快！还你们这帮脑残，还以为你们爹在几处，还想干嘛呢？脑残！你弄一帮，你把弄一帮狗烂出来，知道吗？傻逼出来啊！爹孙，你爹孙啊！妈的！弄一帮个傻逼，你说跟着你在这儿，知道吗？弄个绿帽子，弄个一个这种人，知道吗？傻逼，我操！你怎么叫你儿子的？你看你这个臭样，咱俩都给我臭！我儿子叫什么？你个傻逼！啊，像个男人吗？你爹知道你干什么吗？给共产党当走狗！被你们毁了！弄个孩子，你把孩子带出来，你还拿孩子弄了？你什么玩意儿啊？傻逼玩意儿！你就是劲儿大傻屌！你知道谁叫郭文贵吧？你知道谁叫白能吗？你知道非法法案吗？你知道人家的情报吗？你知道谁叫王健不？问问你，王健怎么死的？知不知道？那个屁！你大傻屌，自己给共产党，你觉得你能得到好是吧？这他妈的整个的，马上美国就一个个收拾你们这些臭不要脸的东西。